爱也其实算是一种性感啦。性感比较抽象，哎，就有人认为你不要露点东西才叫性感，但有人认为你穿得很保守，那也是一种保守的性感。通过一个撩发啊，或者舔一下嘴唇啊，就是能够让人脑补那个性感的画面吧。会啊，因为我平时就是可爱的风格嘛，但是如果他们就是一旦就说啊你好性感啊，我就会特别开心。两者结合其实也可以啊，可爱也可以很性感嘛。我喜欢朦胧的性感一点，适可而止的性感比较好，就不要太夸张。我觉得可能是一种不一样的风格吧，想表达可爱也可以很性感的这种理念。性感又不是色情，性感是夸赞人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嘛，没必要排斥啊。眼睛嘛，就眼睛比较大一点嘛。我觉得关于嘴巴，就比如说嘟嘴啊，或者是吐舌头，感觉很性感。